我们对我们的产品有足够的信心。对于没有经过时间验证的新技术，我们不愿意冒险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那你的骑士联盟就这么瓦解了？弹尽粮绝。科创委的扶持资金刚刚到你们账上，你首先有徇私违规的嫌疑，知道吗？请问你是方远年的爱人吗？出什么事了吗？